不好笑、哦。有啊。哎，李月琪，生日快乐！来哭给我看啊，快点！哭给我看。他 hold 不住了，你不要在这台上公然跟你的学生打情骂俏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很恶心、欸。生日快乐、啊！对，好，不是说我们啊，我们十岁生日。耶！今天我觉得今天好多人哦。其实今天那个我们的活动叫做十周年前哨站，主要是因为那个我们的故乡开了一间那个可以常态性表演的地方，刚开幕，上礼拜才开幕，然后我们觉得很兴奋，然后无论如何都要在开幕的第一个月回到故乡做一场表演，所以就以这个名字，以这个名义来这里表演这样子。你们喜欢这里吗？送哦，敲送，心旷神怡。我用成语，心旷神怡，有没有看见？好，再次谢谢你们来，今天玩得开心一点哦。
疼痛